如果可以离开，我一定会飞得很远很远，头也不回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会来？今天不是他生日吗？吃这个吧。我一路跟着他们到我们曾经去过的咖啡馆，你不是答应我，你说生日前一定会离开他。我爱的人和我最好的朋友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背叛我。对不起，我去帮你。难道说实话有这么难吗？
我不想再骗自己了。